好，刚刚和半仙打完游戏，吹着电风扇拿出来。陆总，你在干嘛呢？在干啥？啊？有什么好事情？说来听听。说了。我在刚刚，刚刚在还我们最后一期的还款。我们信用卡还完了？对呀。耶，终于是还完了，花了2年的时间。终于是把这个信用卡还完了 ，yes， 正，请大家吃好吃的去。可以，我看行。正，好，那我们安排个地方啊，请大家今天晚上搓一顿。好 ，OK， 好，走，娜娜，走，我们先去遛个浪了。看，我们都在遛狗了，集体遛个浪了，集体遛个浪，集体遛个狗。你要去哪边？走这边，这边。我们出发，吃饭去，吃好吃的去。Nice, go go go！ 陆总，你订的是什么餐厅？孔雀宴。孔雀宴啊？啊，网红餐厅是吗？斑鸠。斑鸠好。上面搞点孔雀羽毛是吧？没有，这只孔雀有点小啊。其他的全是拿黄瓜切的片儿。出发，前往今天的餐厅。据说是个网红餐厅，景色特别美。有个网红餐厅，对，去吃斑鸠宴。斑鸠宴，哥，可还行，可还行。孔雀宴，快说斑鸠了。我想起了这个。最近吃瓜吃的多。哎呀，推背了。到了，这个地方好难开呀。导航显示前方右转就到了。就这右转。右转，然后到达目的地附近。哎呦我去！哦，前面前面，看到了吗？哦，欢迎餐厅。好像是从小路走进来的，外边应该是有大路。对，肯定是有大路。咱们是绕的怎么样？这个捷径。得亏是这个小车，要是房车就死了心都有了。哥们儿，等等，哥们儿，等等，大区让了。这是河边儿好像。嗯，对。江边。这是江边。位置没有啊？过来吃饭的啊？位置是有的，车位的。别倒啊！车子要停下边。停下边是吗？对。然后先下。那你们就先下吧。好，把车停到下边了，现在走上去。这边这些路还是挺窄的。真的只适合小车，基本上这些好吃的东西都是在这种小寨子里边。这边就是澜沧江，夕阳西下，非常美。阿信在上面了，从这儿是直接可以看到江景，然后吃着饭。好，我们不知道是坐楼上楼下。他们都在楼上。垫的是哪儿？啊？人呢？进来之后没人吗？有四处人，楼上全是订好的。是吗？要等等肉佐，等肉佐看看，他应该在问。楼上是满的是吧？嗯。啊。这边景色是漂亮。去找一下肉佐。嗯，定了是吧？啊，我们坐这儿是吧？可以，环境不错，可以看着江。我刚刚看着江水吃饭。我刚刚已经给大家说了这个饭的那个事情，你们要喝什么酒？八股酒。八股酒。我们露天的。对，这样，对，这样凉快多了，对、啊，瞬间凉快多了。闷在里边，对，那个好闷。这种感觉好多了哈、啊。这种好点。对。
好，看我们现在开始全体起立是干什么呢？全体迎接我们的菜。大菜。说是菜要到了，搞得特别的可怕，知道吗？有干冰吗？小哥。对。有干冰吗？有的，有的哈。对，赶紧的，有干冰的呀。那有什么？非常有仪式感。上来之后，非常有仪式感。晃着你，烤鸡蛋给上了。他们傣家的孔雀宴是本身是以前是，是招待贵宾的，招待贵宾的。然后一盘菜里面，蒸的、炸的、烤的、煎的、炒的，然后什么都有。好，请你们吃孔雀宴，招待我们的贵宾。然后露露那天问我，他说卓姐我不吃孔雀肉的呀，我说没有吃孔雀肉呀。孔雀肉。好，我们的孔雀宴来了。哇、哦、真的有只孔雀哦，张明快看，有只孔雀哦。哇哦，这很有仪式感。哇，好漂亮啊、一会儿。哇，好漂亮。干冰的啊，对对对，抬高点，抬高点，那个杯子小心！哇！好丰盛呐！这个头好漂亮，胡歌的，真的，这真是哦！还有干冰，那是倒的什么东东呢？干冰，快点拍抖音啊！快拍抖音啊！这种情况下是很有钱先吃。先开封。哎呦，云雾缭绕的，可以。哎呀，我来一个正面。迎接你过来，从哪？我来个正面。哇，这只孔雀，漂亮。大餐。好，把这个盛到这个上面。好好，来吧，家人们。最后来吧，迎接我们远方的朋友，迎接我们远方的远道而来的朋友。米线，米粉，在哪里有米线？这个要不要等会儿再上呀？放到旁边也好。放到旁边吧。放这儿吧。放旁边，待会冷了，待会就不好吃。那你给我。这个的蘸料呢？放进来。可以。来，对。好。放不下的放这边。这个的那个蘸料呢？我们放这。好的，稍等一下。店长，店长，加二的番茄南米呢？他们那个蘸料呢？拿小杯。真的，宝宝，你不要这样。还有。还有那个干冰只是给我们拍照用的。然后干冰要撤掉，然后换上汤。再转再拿就可以了。你这样大家都没有吃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拿这边吃，那边吃，他在一起吃的，你不要这样子，可以吗？是不是在一起分享的美食？哦，这是牛扁，牛沙撇，这是牛沙撇，这是牛扁，沙撇是沙撇，不是，这不吃那个的，沙撇，这是牛胃，牛胃，用他们的好的，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牛的第四个胃，但它其实就是牛的骨胆。那这个好吃耶。对啊，这个好吃。上吃。你们先吃。好，我们先吃这个。好了，不要吃水果。来，搞个鸡。这样子的。还没烤。嗯。我帮你吃蛋炒饭吃一个。好吃，妈妈再给你加个鸡肉，水果就得这个地方了，大家一起吃，好吗？好，鸡屁股啊，那胡萝卜炒饭。看这个鸡是干锅鸡啊，这是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？那么是猪油好像，猪皮，猪皮啊，一下给我说的，筷子都缩了一下，试试嘛，有点辣，如果你吃这个。真好吃，但是这个鸡炒的挺好吃，真的没事没事，猪油带皮，做好处理带了，来吧，我们碰一下，来吧，碰一下，来，欢迎这个露露啊，欢迎小嘉宾，干杯，干杯吗？就这么一说，你千万别认真，我靠。
啊，就是这个鱼，是上次我们吃的那个鱼泥。哇，它切掉了。那是可以。看看这只啊。不仅有很多人骂你，这鱼缸坏了吧？啊，就不用筷子啊。糯米饭。狂野聚餐。对，实际上应该就是用手啊。这个有点难。没有，抓是可以抓，就是有点漏汤。这个有点难。一只手抓，一只手抓粉，吃完了之后这样咬它。你吃蛋炒饭还吃糯米饭？糯米饭，给我抓个坨坨是吧？糯米饭白的好吃，白的好吃吗？我白的、红的都得。我就硬甩。要加点那个饭，多和点。那个是蛋炒饭。蛋炒饭也和到里面。不，我要拿那个水腌菜。水腌菜吗？嗯。给你做个夹心米团。这个，那不搞点这个香肠？不搞。炒饭带了，他们说是三分之一啊，里面是蛋炒饭。来，蛋炒饭。啊，对。不是。好呀。它就是白的和红的是糯米饭。是吗？对。那是那个萝卜，不萝卜。萝卜。菠萝。里边不是也是糯米饭？对，菠萝里边也是糯米。突然看到这儿有萝卜片，放这边。放这儿。嗯，好，我来尝一下。他家这个水腌菜好吃，做的这个糯米饭。胡哥就鸡头给你吃吧。这菠萝饭可以拆吗？没有那么大的斑鸠，拆了吧。来，再搞碗牛瘪粉。牛瘪啥？爸爸给他切一个好吃的吃。他这个就有这个菜啊。就放到这个菜，好多这个菜。这个爸爸不太好吃。吃一个。嗯，好香。哇，好苦啊！不好吗？嗯，回味特别苦。你吃一个就不要啊？说这个东西，说这个东西清火，这样的话就是以毒攻毒嘛，用辣椒上火，这个清火。哎呀妈呀！吃完了之后相当于没吃，哇靠，这个给我扎到了，硬了，这个吃食，我靠，我一你看是硬的，哇，不好吧，直接给我扎到了，不能吃，饭吃好再吃水果，再让我看看你吃。虽然有点那个，谢谢，对，肉哥还是得还是得感谢感谢，太官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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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官方也要感谢感谢感谢，哎呀，我们在这儿吃的特别爽，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这脸红的，哎呀，你照我的时候你这样啊。然后后边来了一桌，在这里又弹又唱，这边又弹又唱，我们以为是过来搞才艺表演的，结果人家是过来吃饭的。你以为是星巴克去？对对对对对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烤着烧烤。现在我们要回去了，烤鸡、烤串，还是挺香的啊，这边。你们在这等我吧，我下去开车。在红绿灯路口向左后方行驶。司机过来接他们了，接他们。上车吧，滴滴专车，滴滴专车为你们服务。好的。肉师傅，哎，那个辛苦你了啊。没事没事。驼师傅出发，驼师傅，驼师傅，驼师傅可爱型。那两坨肉落在一起，不就成驼了吗？对，到家了，老板们下车。哎，到家了，这单先签单啊。免单，免单。任务可以吧？到的地图持续为您导航。天哪，这个喝的空瓶子给倒了，走吧，无债一身轻。
爽不爽，老婆？想吃。悄悄咪咪。回家喽，回家喽。小浪浪，小浪浪，走。出去，出去找。走。出去逛去。